到我这个年龄，我也可以去练力量，但是呢，我又怕伤着身体，反而把这个肌肉也伤了，越练越疼。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？出去耍两杆，给这个 doctor 来正好看一看。哎呀，今天来的真对啊！哦，这疼啊！疼！本节目由赫德学校赞助播出。在你发球台上，你可能就试挥两下，然后就开始打球了。这种就像子龙刚才说的，他身体也没有打开，也没有预热，就开始发力，那样的话也是很容易受伤的。身体很聪明，身体它是会寻找最容易的路线去把这个球打出去。你腰没有办法转的时候，用手来去打，对对对，你腰太硬了嘛，他就拿手去弄。可能你腰没有办法转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会很聪明的避开那个。不过避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更加不平衡，为了避免一个伤痛产生另外一个伤痛。 OK 哦，原来另外一个伤痛再产生另外一个伤痛，你就把你的身体的温度提上来、比较简单的一些关节活动，反正你就把每个关节它的活动度都做得到。当你准备打第一球之前，关节的活动度已经打开了，你的肌肉跟你的韧带都已经开始有弹性，一个对你的爆发力，对你的打球的干透速度也有帮助。我们要做一套运动的话也很容易，5分钟10分钟也可以。到我这个年龄，我说二，我有的时候做视频啊，是跟着那帮这个打职业的小孩啊出去跟他看的、距离越打越远，有一个进退两难的事，身体的机能越来越差，肌肉的弹性啊，力量啊，我也可以去练力量，但是呢，我又怕伤着身体，反而把这个肌肉也伤了。好，我也不去练了，越练越疼。我这个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？一个人当你的平衡力还有腿部的这些肌肉开始退化的时候，你没有注意训练，没有注意练你的腿部的爆发力、平衡力，还有你的这个感知，你就容易摔倒。如果你摔断了髋部的骨头的话，60岁过后你就很难 recover 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会不会打球，你还是得这练，没错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大家得有这个意思。特别是如果打高尔夫球的孩子们越来越多了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找一个懂怎么健身的人，很大的情况下健身受伤是为什么呢？撸铁5公斤10公斤你觉得有点丢人，拼命上重量然后去深蹲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腰椎能承受多大的压力。当你腰椎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，重量又上上去，损伤一般都是发生在你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的情况下。量力而行吧，希望大家能慢慢开始有这么一个意识，有一个概念。对对对，到我外面去出去耍两杆，给这个 doctor 来正好看一看。平常就打球之前的 routine， 打球之前我练20分钟球吧，练那么4-5十个球。练球之前呢？是先是活动脚踝，然后是这样，然后是转胯、深蹲，然后是一些平衡的东西。我一般会做这个动作，然后这么着，侧边侧腹部的拉伸，试挥。行，我先给您拍一个 baseline 你的动作。那您觉得现在身体哪个地方比较不舒服，或者是你在球技上面有什么想要提高的东西？核心力量还是有点弱，状态不好的情况下球肯定不是很稳定，容易受伤的地方是我的左侧腰的这个部位，会经常感到一些疼痛，同时连着我的这两侧左侧上侧。这边差不多了，我等一下把这个 screenshot 全部发给你，然后腿弯起来，头放松。它有的时候是 the hip flexor， 臀部的肌肉，髋关节。就照你说，它如果打高尔夫球，你一直右边的话，右侧击球的话，应该是右边问题多是吧？嗯。但是我为什么会是左边的？你现在放松了吗？哦，还行。这挺紧的。它有的时候腰大肌紧的话，它会这边牵扯着你。然后后面肌肉它自动代偿就更紧。哦，有时候你这里问题不解决，你后面问题就……所以我要练腹肌，不是练腹肌，你要把你的腰大肌松开，对吧？因为我刚才看着你关节的活动度其实还好，哦，看到了问题，你先趴下来吧，加左右，这个抬起来来，保持住啊，这没什么问题。这些时候我们看可能就觉得在做按摩，但是其实它是在练每一块肌肉的。That's evaluation, right？ 就是你要按那个。肌肉摸多了以后，你很容易摸到这个肌肉哪个地方不对。还有有的时候它问题，你觉得痛在这一块，它不一定是这儿痛，它不一定是上面，它可能是上面。对对对对，要把上面松开，它这里可能就松开。OK OK。肌肉一直紧的话，它为什么打球不舒服？它打球打着打着，这块肌肉越来越紧的话，把joint压住了，它就不舒服。对。
对，他没有力量，顶不住，他就顶不住，这跳不到，对，顶不住，没有 loading。好的 physio 基本上是一个半个 coach， swing coach。和我平时弄的那种按摩就完全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感觉到平时的其他的那种按摩是揉面式的，你这就是点，针对每一个点。然后在每脊柱的每一个 level， 他都有在看。你这边疼？我经常的就是这块疼。我原来那会儿跑半程马拉松，那不久病成医了。后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研究的，说是因为就是臀部力量的不够，所以带着我膝盖的那个磨损，它那根筋磨我的膝盖。鞋，穿鞋也是一个学问。对。因为鞋穿太厚的话，你脚上的 sensation 减少了。然后导致他现在可能他这个撑不住哦，也不能太厚。对，因为你鞋厚的话，你这个足底的这些肌肉就会退化。哎呀，今天来的真对，先把自己给 benefit 一下。这疼，压的疼。哎呀，你每次这样发力，这怎么疼？天天你还经常拉你的股四头肌，你都没拉到位。疼！好，呼吸放松啊。疼！所以这样子的客户呢，我们就要。他可能需要很多物理治疗的 session， 再加一些强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导师想要用高尔夫球去帮别人提高身体机能。其实他的出发点是防老化，延长你的健康寿命。OK， 也不一定是你的球技什么。其实对于所有的老年人来讲的话，高尔夫其实是一个防止老龄化，让你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。没错。